做人要有良心，生不忘本，死不愧人，为人要用诚恳，说要中肯，做要诚信，教人要懂感恩，以心换心，将心比心，人不能忘本，心不能忘恩，事不能忙混，情不能二心，知感恩者得人心，得人心者受人尊，受人尊者必有品。人活一辈子要知恩图报，放弃虚情假意，做一个有情有义忠厚善良之人。人活着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你落魄的时候有多少人认识你。人活着不是仰望你的有多少人，而是你坠落的时候有多少人感接着你。人活着不是关注你的有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。记住了，疏远你的人就让他疏远吧，别去问为什么，因为你听到的全是借口。别去挽留，想求来的情谊走不到最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